OK，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带来了一连串的这个组曲。那相信呢，这些歌曲呢，都会带给大家呢非常喜悦的心情，或者很多的这个回味的感觉哈。那我们线上的朋友继续给大家刷上来哈。那接下来我要唱的这些歌曲，如果您知道歌名的话呢，您就帮我们留言上来啊，让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，一起来共享一下这些美好的时光以及美丽的歌曲。谢谢老师。是上帝让我这样多，你却碰到我，过去我没有见过你，你也没见过我，这样的机会不太多，只能算巧合，凑巧相聚在一起，相聚只一个，我看你你看我，相对默默无话说，偶然间这一刻转眼就流过，是否还能再见面，谁都不敢说，以后我会见到你，你已忘掉我，我看你你看我，相对默默无话说，偶然间这一刻转眼就流过，是否还能再见面，谁都不敢说，以后我会见到你，你已忘掉我、yeah! 不管月圆月缺，不管花开花谢，我要痴痴地等你回来，不管人家怎么说，我会明天抱着希望，不管苦恼围绕着我，我不能没信心，不管风吹雨打，不管地老天荒，我要痴痴地等你回来，不管苦难围绕着我，我会明天抱着希望，不管烦恼围绕着我，我不能没信心，不管风吹雨打，不管地老天荒，我要痴痴地等你回来，彩虹画在那云中，如诗如梦飘去无踪，对我呼唤奔向那彩虹，奔向彩虹，
很像那电影彩虹挂在那云中，如诗如画，来去无踪。对我不还，奔向那彩虹啊，奔向彩虹，奔向那天。现在还是这么大，没有，我通常没有人讲我大，他们都讲我小。哦，是吗？我是说你的头发两粒很大，因为不要绑就没有机会了。哦，是。对，你知道我们有时遇到这个就是喜欢我们的朋友，是，然后难得看到朋友要跟我们拍照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是你的偶像，我要拍照。”变成粉丝是我的偶像。还好没有说我从以前就听你的歌长大了。欸，我是你的偶像。哦，来来，耶！哎，我们要1000人了呢，你们可以stay 吗？哈，可以 stay， 就是你可以叫你的粉丝就是留守在这一台。哦，啊，来来来，继续继续。哇哇哇！继续分享，继续分享，大家大家。99299，拜托99999，纯金的999，赶快。新加坡友，让我们突破，今天晚上突破，有没有？怎么样？来了来了，1000人，哎，1000人，哎，绕场3圈。转回来，要不然会打结。这个歌很熟悉，每次这个音乐出来哦，他们就要骑在他的身上。欸，我不猜我给那里请他穿得这样隆重，对不对？真的。听说今天晚上是歌台之夜。各位朋友，新加坡歌台界有哪一位男歌手又可以穿这样 bling bling， 对不对？有啦。又可以唱这么好听的歌声，然后又可以有这么美丽的舞步，这么的专业。是。就是只有这101位了。哎呦，还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伟伦。不，啊，我是 Samson， 有 Samson 的风格。哦，你是是是，你是浩浩。哦，对，我不一样。对啊，你对 Samson 他的其实他的那个别灯。是啊 ，Samson 没有穿你这套，你这套是8月9号新加坡国庆日跳伞队穿的。很好用，你知道吗？跳伞队啊，是啊，哎，我们刚刚在跑圈圈，因为我们今天人数有达标，有4位数，一鞠躬感谢 ，Thank you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我1041了，1041了，继续冲，继续冲，继续冲，冲冲冲。Very good， 老师是很久没有打鼓了，是吧？真的，今天随便一个 Q， 老师都超嗨的，而且 Q 得很准，你知道吗？平时在歌台，老师在后面都爱 Q 不 Q 这样。对啊，不要啦，开玩笑。今天老师的粉丝也很多。节目到现在，我们今天是歌台之夜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歌台之夜，今天是 Happy New Year。哦，我以为是以歌台为主的，不是？没有，只有你神经病穿成这样。啊，原来是我误会了。对。早知道我就不穿，但是怎么不穿？直接8000人直接穿。我跟浩浩要去合理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好，大家有没有人跟我们一起呀？啊？有没有？我会带5个锁头把我的房门锁紧。啊？为什么？担心。你这边担心什么？担心等一下半夜2点有人咚咚咚。Hello， 也是救小水无？哎呦，你带5个锁头而已嘞，我自己也是很紧张哎。拜托，我你带几个？没有，我穿5件内裤，我准备。哎呀，哦，五件刚刚好。对，因为大概5天后你才会下船。而且我怕五件之后哦，里面马上脱会马上掉的，我还里面穿最紧的泳裤。你算了啦，你出国每次穿那种
plastic paper 的那种。哎呦，你就不要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你就看看到底要不要这个成全我一下、啊？你要干嘛？没有，就是人家都在讲说，等一下那个后面还有一位，也是我们歌台大姐大、啊。是啊。你是不是传绯闻，对不对？你们是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没有在一起，是本来想要了，想要在一起，后来见光死啊，就不可以的啦，对不对？可以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凑成一对。看我们这一次去 Holiday 看有没有机会。对，应该两个人去，三个人回来，一个会在莉莉姐可能肚子里面。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。OK。